便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。有四法所行之处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乐住闲极；二者，厌于愧恼；三者，于诸众生起大慈心；四者，能了诸行无有去来。富有四法，尊重供养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补习生命；二者，心常欢悦；三者，舍离骄慢；四者，如说修行。富有四法，位于具足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知识；二者，知处；三者，极静；四者，真实。富有四法，能离疑悔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于恶作事，应欲防护；二者，于诸智人，当乐清净；三者，于所闻意，常善思维；四者，不以慈心，不举他过。富有四法，多闻无厌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增长自他正智慧故；二者，于他疑惑能断除故；三者，于佛正法能摄受故；四者，于诸如来赞无尽故。
富有四法，修大悲心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修大悲心，为令众生离诸恶道，诸善去故。二者，修大悲心，为令众生舍诸恶行，习善法故。三者，修大悲心，为令众生离于小乘，入大乘故。四者，修大悲心，为令众生离于生死，得涅槃故。富有四法，令他信要所说之法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心少欲故；二者，常知足故；三者，欲柔软故；四者，身顺法故。富有四法，能言正法，无有希望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于生死中恒怀不违；二者，不求世间利养亲友；三者，于诸众生长生永护；四者，于诸圣种而能修习。富有四法，知恩报恩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劝诸众生趋菩提故；二者，知所作业不失坏故；三者，慈爱众生如己身故；四者，善能修行菩萨事故。富有四法，于诸众生为不坏有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能披忍辱大甲胄骨；二者，福利众生不求报骨；三者，于大悲心常不退骨；四者，虽多恼害亦不舍骨。富有四法，于诸善友应当清净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成就善巧方便；二者，成就殊胜意乐；三者，成就菩萨正行；四者，成就劝赞菩提；
富有四法于诸恶有，应当舍离。云何为四？一者，暂说恶乘；二者，令退菩提；三者，增长恶法；四者，损坏诸善。富有四法得值诸佛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恒以一心专念佛故；二者，称赞如来诸功德故；三者，所受律仪遍清净故；四者，以胜意乐发宏愿故。富有四法供养诸佛，心无懈倦。云何为四？一者，应自庆快，我今供养最上福田；二者，由我供养，一切众生亦当供养。三者，应供养已，于菩提心当得坚固。四者，笃于如来三十二相，善根增长。有四法于诸学处生尊重心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超过恶道；二者，得生善趣；三者，尊重如来；四者，圆满诸愿。富有四法学处清净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不造诸恶；二者，深解空性；三者，不谤诸佛；四者，灭坏诸见。富有四法如理之心，应当成就。云何为四？一者，所修善法，回趋菩提；二者，心常厌疾，无有执着；三者，于解脱门常勤修习；四者，曾不求证恶乘涅槃。富有四法不如理心，应当舍离。云何为四？一者，
于诸生死有所不违。二者，于所修行不生性受。三者，于秘密教不求圣解。四者，于诸善根而不修习。富有四法，多闻坚实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闻正法已，能善解了；二者，闻正法已，不作诸恶；三者，闻正法已，为他开示；四者，闻正法已，回向菩提。富有四法，不舍众生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不舍宏愿；二者，忍于疲苦；三者，不惜生命；四者，恒修四舍。富有四法，修大慈心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修大慈心，救护众生；二者，修大慈心，度脱众生；三者，修大慈心，觉悟众生；四者，修大慈心，为令众生入涅槃故。富有四法，于诸波罗蜜而得不退转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以善巧方便，能于一波罗蜜遍通诸波罗蜜；二者，以善巧方便，随了一众生，遍了一切众生。三者，以善巧方便，证于一法清净，遍证一切诸法清净。四者，以善巧方便，了知一佛，遍能了知一切诸佛。何以故？由于法性无差别故。富有四法，令愿圆满，云何为四？一者，施罗清净；二者，净除恶业；三者，无有谄狂；
四者，增长善根。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：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：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。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：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：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失智症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了解他，因为他们是生病的。你的父母突然之间记忆减退，性格有了改变，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。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就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。痊愈的机会偏低，但是透过药物跟非药物治疗，营养均衡的日常饮食，最重要的是要多运动，还有像增加社交活动，都可以活化大脑，延缓脑部机能退化。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。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，请先接受他的观点，试图引导他，顾到他的尊严，为他建立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氛围。如果我们在面对失智症，能尽可能有充足的了解，预防或及早诊断，都能帮助失智者和家属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。朋友们，他的记忆可能渐渐失去，但对爱的感受他永远不会忘记。爱的哦，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，电话：02-2332-0992。老大，我们扛了78年了，室内滴水，墙壁裂开了。坏了坏了，新超峰寺正筹建中，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努力撑着，在还没动工前我们都要努力撑住，加油啊。是的，他们是新超峰寺大雄宝殿外四角头台庙角的力士。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，自山上旧超峰寺迁移至今78年，新超峰寺拥有300年前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镇殿供奉的白衣观音，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灵验。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，飞檐翘角，人精神抖擞。殿内主尊供奉华严三圣，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。
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，雕刻线条清晰明快，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。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，右手成拳，左手包住以示善意，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，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。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关圣帝君，再近一点，圣君对你微笑呢。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寺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，梁上的题字是警醒，是祝祷，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，保存价值极高。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隔天井，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，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暂时性大铁架的罩护之下，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。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石地基，可看出有下陷状况。静谧的大冈山新超峰寺的一扇窗一面翻，蒋觉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宫炉栩栩如生，细腻精致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角角落落。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，延续观音慈悲愿祝佛殿。邮政话拨00448584，00448584，户名新超峰寺，电话07-631-2291，07-631-2291。陀罗尼是梵语，意思为总持，也就是对佛法能一持不忘，善加思维与实践，且由意陀罗尼能得知无量陀罗尼，因此称总持。又因为具陀罗尼者，即能掌持善法，能遮除恶法，因此又称为能持能遮。陀罗尼分为四类：一、法陀罗尼，对佛的教法闻持不忘，又称为闻陀罗尼；二、意陀罗尼，对诸法的义理总持不失；三、咒陀罗尼，菩萨因禅定之力而以咒为相应众生除种种灾患；四、忍陀罗尼，菩萨凭着真实的智慧，不随世间价值而转，能安住法的实相而不忘失。在《无量义经》中说，以陀罗尼无碍辩才，请佛转法轮，随顺能转。菩萨因具足以上四种陀罗尼，因而辩才无碍，在面对心性各异的众生时，能契合法义而应机说法，是度众时的善妙方便。